加嘞，加者。大家好，我第二遍用台语演讲，第一遍是伫成功大学演讲有关台语鉴定，这个第二遍，所以用台语讲真重要。以前的演讲呢，主要拢用中文啊、英文啊，今日要来用这個台语啊。所以咱今日题目是网络多媒体伫行政教育甲经济贸易的应用。咱即马第一来先知影啥叫做网络多媒体。啊，那这先来自我介绍啊，这个咱的主人公爱家自我介绍，是不是头前迄个关第一粒就好，啊，再关下都暗暝算了伊啊，关第一粒就好啊。哦，这袂使啊，哦，无多就对啦，安尼好来，所以要迄个注意看遮来。我伫美国读硕士班、博士班，那这间学校呢，您应该爱知影，这个叫做伊利诺大学。现在知呢，伫咱这个网络内底，会使有这个声音，挂只电影，会使伫网络内，予大家看会到。就这间大学研究出来，这间大学啊。伊即个科技是即间台，以前伫美国有两台超级的电脑，第一台是伫国防部，第二台就即间大学，短两台尔。第二，即间大学应该是全世界内底大学内底有飞行机场的大学。咱台湾的敢有迄个？大学内底有飞行机场诶，无嘛吼？台大头上大间个嘛无，北京大学嘛无，大一间有。我准备读个时阵讲，诶，即间大学内底有飞行机场，讲韩国啊，迄大学内底有飞行机场，真正有哦。哦，恁所以恁来个抄开一个哈、哦。我第一读个是迄个计算语言学，啥子计算语言学？那我是咧啥？是咧算计啊？计算，算计是咧。计算人对不对？就是讲啊，要讲设计。那这计算语言它什么事？就是讲，咱甲咱这个语言用电脑去甲计算。哦，像他妈咱那个张维文教授讲的内容，咱来甲分析啊，知影伊大约是咧讲这个台湾较悲惨的历史，尤其是有关。哦，这个文学啦，哦，伊讲到这个越南，哦，咱表示讲，遮个常常出现，遮个语言都是伊的重点。咱看，即卖我是台湾教育部台语鉴定委员会委员，所以恁若咧查这个台湾教育部的证书，哦，阮遮个委员，哦，六七位啊决定。哦，就是变当时要考啥，哦，这方向阮咧决定。咱张维文教授有查到教育部的研究经费来研究台语鉴定，这足重要诶。哦，咱真欢喜啊！张维文会当来研究台语的鉴定，这足重要是安怎呢？因为一个语文若无这个鉴定，咱袂感觉伊足重要。有这个鉴定呢，有这个证书，哦，对，咱含人啊，有这个比拼，英语有证书，我是负责教育部网络英语鉴定发证书，哦，所以咱今仔日伫这个五峰科技大学啊，伫遐有人鉴定啊，台大啦，师范大学。或者是中央大学、啊，师范大学，拢有这个考场。啊，
好、哦、啊，这个经历我大约看一下。好、哦，我伫这个高雄大学教过册，所以张维文教授哦，这个伫遐捌读册，这个运气也袂歹啊，拄啊教着英文啊、哦，所以程度真好啊。啊，即卖另外就是讲第六点，这足重要。咱这个台语鉴定嘛是用这个国际标准，就是我引进的，是欧洲有47个国家，因用国家的力量去研究出来的这个国际标准，要怎教，要安怎样学，要怎样鉴定，哦，一个国际标准。所以咱在座嘛是有迄个台语的老师，哦，有这个单金花还是单金花花哈？单金花老师甲这个张老师，因拢知影这个国际标准，所以咱今仔日呢，咱伫遮咧研讨咱台湾的未来，咱一定爱国际化，一定爱网络化，这足重要的。咱台语伊也是即个会当予人有即个尊敬的所在，所以咱就爱为即个国际标准来做起啊、哦。当然，介重要，我今日讲的网络多媒体，咱教育部呢用咱的税金来补助研究即、這个。网络全民英检，英语叫做 NAPO， 哦，叫 NAPO， 这个介重要，因为咱台湾爱有这个国际化，所以一定爱知影咱伫咧贸易内底爱用到英语，哦，这介重要，所以这个用网络来做这个英语鉴定，当然教育部嘛是一个重点，就是讲。这个教育也是要网络化，多媒体化，啊，较会当，哦，这个学习较有趣味，较有效果。所以来，咱即马来放两段哈、哦。第一，就是讲咱这个网站，哦，这个所在伫对，哦，这个网站，这个是咱这个网络全民演讲啊 ，NAPO， 它伊这个站，啊，这个、站呢？伊伫 www.test.org.tw， 你若伫即个网络甲拍即个 NETPAW， 也是讲网络全民演讲，你就当收集遮个资料，你顶完咪当学东学西，哦，所以咱来看第二个来，哦，希望即有声音啦吼，有声音，来即、这个帽啊，慢只点咧，慢只。这个帽啊，吼，这变魔术咯。恁敢会爱看魔术？爱嘛吼，我是魔术师啊吼，所以来变魔术了，恁看。这顶帽啊哦，变落吼，啊，恁可能就变杜姑啊吼，来点落来，甲点落。咱变真侪物件出来哈，这个无简单咯、哦、哈、哦。所以恁有看到啥物件？对啊，有个人看到迄个花鸡，对不对？
你若去嘉义爱食迄个火鸡肉饭，我惊迄个在中昼在伫迄个嘉义咧食即个火鸡肉饭哈、啊，所以想到即、這个。啊，你搁有看到啥东西？你有看到即个火鸡哦？即只火鸡呢，伊是用啥变出来？水果对不对？蔬菜，哦，所以你看真内底有即、這个甘麻蜜，啊、哦，啊，搁有即个肠啊，哦，足侪物件。所以你也知影咱即个。这个网络，你看这个物件吼，不是第一台电脑哦，是为迄、那个这个云端听过吗？云端科技啊，啊，云端的科技吼，咱造伊咱家来，就是讲连美国总统，美国总统什么人？奥巴马嘛吼，奥巴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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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会使伫迄个。白宫内底来放这个魔术，互因左囝看哦吼。啊，你敢知影因太太什么名？哦，这嘛较要紧啦吼。伫迄个咱楼卡一楼吼，有迄个奥巴马含这个因太太相。我听讲秘书长讲，迄是这个美国政府啊，奥巴马赏伊啊。啊，这因太太叫做蜜雪儿 （Michelle） 啊，这个名足好听哈。来，咱继续来。哦，这就是这个网络专门演讲，伊英语哈，所写啊，就是 National English Test of Proficiency for All on the Web， 刚好一个头一个英文的字母加起叫 NAPO 啊。啊，你那边抄哈，迄边网络啊，迄、那个网址啊，抄起啊，就是三个 W 啊，三。www.test.org.tw 好，下骹迄个嘛看到无？咱的目的就是要来帮忙台湾哦，你注意看哦，这含咱的目标较要紧哦。会使哦，这个成功哦，咱即马台湾的前途都要靠大家哦，大家来拍拼，来互这個台湾啊，互人看看有够哈。哦有这个前途，尤其咱的后一代会当搁较快乐，搁较有尊严哦，这个要紧。好，所以这个咱会当看到啊，这个伫这个网络专门讲啊，就是这个网络，所以咱台语小共会使利用这个理念哦，来把这个台语做了愈来愈好。美国有一间啊，像迄个哈佛啊，最好的大学叫做威斯康星大学，啊、邀请我演讲。哦，啊、你来看，伊要请咱演讲，当然要开钱啊，啊，开钱，互咱去演讲。所以你甲看哦，伊这演讲的题目，我甲讲做台语，就是讲有三个学习的理论啊。甲这个国际标准，伊嘛是要国际标准、哦、所以你也知影，咱用的就是一个国际标准哦。咱台语嘛是爱用这個国际标准、哦、来做这个啊，这个鉴定甲教学哦。这个是因伫咧网络啊，这个广播啊，伫遐叫大家来听啊，这相片。你要知影，就是迄、那个，即、這个我的迄、那个相片哈、啊。哦，啊，即、這个中，即个穿即、這个，即、這个绿色，即、這个是呢主任。哦，啊，因即个中心呢，有拢总83种的语言哦。你教学就是讲英语以外有83种。哦，所以即个中心非常的大啊。啊，这是因这个博士班的学生啊，啊在听这个演讲。好，后来，咱来看一下哈，这个你看我讲一波呢，无录音，讲哎，这就是因学校。啊，你若拄啊恁囝呢，读一间，还是讲
你拄啊捌去遐做研究啦，还是佚佗，互你知影，即个就是因学校。即个即张图呢，你看要若要考试哦，还是要学迄个学习哦？咱台语嘛是啊，讲啊来，你看哦，我即摆讲国际标准哦，咱大家拢一定以后爱用这個国际标准。我即摆问恁一个问题哈，台语问题。恁会当看到啥？哦，我咧问讲哦，恁看到啥？啊，恁若咧回答讲啊有啊，我有看到有诶学生啊伫遐咧行路。啊，安尼呢，即就是拄啊初级诶，对不对？哈、哦，就是咱即个国际标准内底头做 A1 级，啊、哦，到 A1 级啊，我有看到厝啊，到 A1 级。但是我若问你讲，请问一下，即个？厝内底，你认为内底有啥物人伫内底做啥物工课？哦，即个爱用你的思想啊，都毋是讲看会到尔吼。你看到厝，啊要问你哦，啊厝内底人咧做啥？哦，你可能你回答，你就爱讲，真个遮个建筑物内底应该有教授、研究生。底下咧做研究，哦，你若安尼回答呢，啊嘛差不多有即个 A2 还是 B1 啊？啊，当然你若阁讲一个阁较深的，我认为呢，即个教授、研究生伫内底咧研究科技上先进的科技，啊，我举一个例来讲，哦，想讲即个啊做咧研究。研究迄个啊，做迄个癌症啦，还是讲咧研究迄种哦，即个纳米科技啦，哦，遮个物件，你若讲到遮个佫较专业诶，哦，安差不多都有遮个 B1、A、B2 愈来愈难，啊、哦，愈来愈难。所以即个物件吼，你若有即个多媒体，当然继续去来即个教学哦。啊，咱即摆伫外国，当然你看到诶。哦，遮个迄个农界实在哦，即、這个物件，你若看有遮咧写啥呢？安尼你可能你的英语就到即、這个 B1 啦，因为遮有较难的字啦，像迄个 permit、require 哈、哦，即两个较难啦，啊，搁一个 disable， 咱台湾拢会当讲残障，安尼唔对啦，恁来记，袂使写残障，应该讲啥？袂当讲残障啦，应该讲哈失能哈，拄啊，就是失能在嘛，听你口听，即咱袂使讲残障哦。迄个应该讲吼，伊即个拄啊脚无拄好啦吼，较无方便来讲安尼。所以英语嘛是啊，伊袂讲 handicap 哦，这是医学名词，较无理想啊，即残障较无理想。爱讲啊，失能啊，哈，还是讲多较无方便，吼、哦，所以英语嘛是 disable， 所以即个招牌都有三字较难，啊、哦，这头就伫迄个 B1， 啊、哦，较难，所以即个就是讲啊，即个停车位会使停即、這个哦，顶后挂迄个牌啊，摆好遐个较无方便的人会当来停，吼、哦，哦啊，即、這个呢？即、这个拄啊，我伫咧做研究，我住伫即个桥即边，啊，大学伫桥迄边，啊，即、这个桥伊有一个牌啊，哦，即嘛小讲呢，即嘛过来去真难的，对不对？迄、那个 vehicles 啊、哦，即个毋是咧什么迄个 cars 较简单呢，即车流即、这个车啦啊 ，prohibited 禁止袂使哈，禁止，所以你就知影讲遮呢，迄、那个烟瘾，哪位烟瘾的车呢袂使驶过，所以。迄、那个迄款奥多拜啦，还是汽车，拢袂使驶，哎，会当骑脚踏车，行路会驶，吼、哦，所以即个即嘛是较难一丝啊，吼、哦，所以你看即个大厦内底有即个湖真水哦，吼、哦，顶悬会使鱼啊、过船啊，啊那迄个寒人的时呢，顶悬会结冰哦，我咧想讲当时要结冰，很奇怪，迄水吼、哦。你若有去美国去看迄个尼加拉瓜瀑布无？我讲迄水很大，是当结掉的。
无简单吼、哦，关卡会当结掉的。另外水很大，现在只水一直来一直来，拢迄水太很多有无？吼、哦，拢迄个规冬吼，迄、哦那个一直咧流流到寒人的时，咱点伊，迄、那个头前遐水要走一堆，是毋是？怪奇怪吼，怪奇怪，只水咱无伊吼。所以即、這个。这个湖呢，我听你讲，我也唔捌去了啦。我一个寒人，我拄啊捌去吼，但是我也有看到因伫啊乌坑，安尼只钓鱼啊，啉迄个麦啊，迄个麦啊酒哦，吼、哦。所以以后迄个新鲜的所在。二来，当然这个网络全面检这教育部啊，真肯定嘛是拢咧到推广啊、哦。好。所以你看哈、哦，倒手柄这个就是一个中央研究院第一位哦，哦，这个语言研究所的所长，哦，伊甲咱肯定哦，所注意哦，咱台语嘛小讲哦，咱台语嘛是爱来找迄款国际级的来甲咱肯定，就是讲我这个研究，我这个教学就是国际标准，哦，咱一定爱做安尼。咱不是讲，吼，咱台语就输人，不是哦，吼，咱台语也比人较好哦，吼，咱的台语歌呢，拢比人搁较好听。我一边举办迄个语言国际会议，咱这个陈金花老师呢，含这张老师嘛是发表，我你用台语发表，哦，你发表，你听无，你就表示你爱学啊，啊，不要紧，啊，我甲解说，英语甲解说。啊，这个美国这个威斯康大学这个教授啊，因太太。人讲五种的语言，啊，迄、那个美声唱法，啊，我带迄个佛光山遐去参观，我唱一下台语歌，你听看麦。啊，伊大声哦，是讲罔听啦，啊，听了阁袂歹听呢，讲哎，拜托你阁唱一遍，我甲录起。哦，迄台语歌，迄、那个我听300遍，伊听了会吓呢，录起那个下蛋网络呢。咱是毋是请即个陈金花老师甲咱短短唱一段好无？来邀请来过来一下来。啊，迄、那个蒋老师你也过来就好啦。来，你诶迄个啥物山啊？迄条歌也真好听。来，恁两个请过来一下来，唱互大家听一下来。咱个鼓掌者，徛较遮好来好来，遮徛遮来较悬吼，人看较有好来。迄、那个唱对一条，恁过用餐两伊，啊，咱会用唱，做伙唱啊。这条歌是一个诗啦，吼、哦，一条诗。迄个陈明仁教授写的诗，哦，足无简单的哦，啊、哦，足感动的。啊，迄、那个地志仁，唔是、哦、可能无共人哦，无共人，迄一个医师破的曲啦。哦，足感动的哦！来，恁唱看麦来。多谢真高兴。好，来开始来。白灵寺卡当当，想要小姐问，你来来去去会当陪恋，敢会陪过阮故乡的田？有车路到长长，想要小姐问，你歪歪的当行乱，敢会行过阮故乡的田？好，到这好，多一段。好，好听。台语歌就真好听啊，因足感动的哦。啊，我尾啊，阁有一个美国的同学，足好的朋友，伊啊来台湾做研究，讲，我唱互你听看麦。伊名台语哦，伊嘛听知讲，哦，这个台语歌足好听。我讲，你什么意思？你敢知？啊，都心酸酸。伊嘛知影是心酸酸呢，对不对？好，啊，阁迄、那个。咱陈明仁教授嘛写另外一个诗，另外一首诗叫做《新闻》。
我唱头，恁听看卖哈。我拢听三百遍，我才能唱哦。我敢当只唱哦，这嘛足无简单的哦。哦，你若讲要唱英语歌，我较无问题。风那头云就走，变作蒙雾大山头。月那暗，星就高，满天浮飘含水草。唔免老也唔免老，有缘总会小拄头。那无缘的那亲像田无够，水无流，世间代看透透，心门拢伫离别后。先请到这哈，因为内底阁有介侪物件爱讲的啦吼，袂使一直唱歌吼，互你知影讲台语足重要啊，啊，阁会当解快乐。好，来咱继续。所以你看，咱嘛是拢爱用这国际标准的哦吼。所以你看，这本册吼，咱迄个张教授足用心的，伊着遮个研究生呢，伊要研究这台语，拢用这本。国际标准台语原来原文有260页，我招66个教授哦，来指导、来翻译、来检查，看有这个唔对的所在无，所以这本哦足重要。所以你看哦，伫中央研究院遐来请较有名的教授来指导哦。啊，上重要是啊，你看迄个讲倒手边迄个什么人？我也是你，啊，搁过来迄个咧，我的边啊，迄个什么人？你敢知？迄个法国教育部的大官，迄个负责吼，迄个法国所有华语的教学甲鉴定，全世界做个教育部的迄个大官拢嘛拜托伊咧提供遮个内容。啊，佮过来迄个呢？迄、那个就是迄个欧洲理事会47国外语的代表，伊拢去逐个国家去了解，吼、哦，所以拢足重要吼、哦。啊，就是因为咱用国际标准，伊需要咱来甲帮忙，吼、哦，所以咱台语小讲伊啊，才用这国际标准吼、哦。好，所以咱即马来看者，已经有甲恁讲哦，吼、哦，咱今日。讲的第一个是讲网络多媒体的重要性，你也看哦，通过啊，咱用这个多媒体咧做好事，你住伫什么所在，你拢当享受，你拢当把这个消息和、哦、世界各国的人哦，所以介要紧。但是呢，咱第二点要讲的，就是讲咱这个网络内底也有一危险的所在，恁敢会烦恼？恁的钱下伫台湾银行，明仔咱卖，即马你即马迄存款部吼，明仔迄个弄入去，哇，他无钱啊！你个知数嘛吼？所以咱即个网络要作注意哦，尤其咱即马台湾民政府呐，总讲真正有即个机会要来带领咱即个台湾吼，即拢要注意啊，拢要注意即个网络的安全。哦、所以咱那这个有这个好的政府，当然爱把这个网络多媒体呢好好利用。我请问您一下来，这个有一个网站叫做 YouTube， 有听过无？听过，请举手一下来，有听过来？哦，来，哦，袂歹，愈侪愈好哦，哈、哦，咱一定爱好啊来利用。有烟鬼请举手，好来，差不多三分之一，注意哦，咱来注意哦，哈，咱愈用愈多，表示咱愈有前途，是怎样？因为这个 YouTube 这个物件，咱好啊利用，
唔免开钱哦。什么人开钱？世界各国的人开钱。这个 YouTube 的老板什么人？咱拢爱知影这呢。咱要来经营这台湾，咱袂使讲会输人呢。咱唔知，咱就输人哦。哦，这个较要紧。这个 YouTube 的老板就是 Google， 安知嘛哈？Google 母公司就是一个母公司 Google 哦，啊，这个 Google 伊来买这个 YouTube， 你敢知买几亿？你敢知？迄就是讲一个迄个网络的网站，干脆网站哦，网站就像一台迄个电脑，哦是较强啊哈，伊会使下足侪物件，大家会当来遮捡物件，会使捡物件。揪出去看，所以 YouTube 呢，这个 Google 甲伊买，你若买，他买几万？你买几万共买一个网站？几万？一千万好无？咱可能咱无爱买啊，对不对？你啊知呢？迄 Google 甲伊买偌济？你敢知？偌济？互恁摇来偌济？十亿是台币还是美金？还是迄款迄俩做新巴威？新巴威十亿头了，单只一块尔呢？所以讲清楚是美金啊，台币。美金十亿按偌济？十亿乘以三十多三百亿，对不对？哦，什么人讲十亿个？甲鼓掌者，我这有眼光啊！买429亿，美金是16.9亿，啊，你知嘛吼？所以你看哦，一个网站尔哦，啊，人开很侪钱，啊，现在咱无要用，知含唔知差介侪呢？像恁知影讲有这个演习会，我你讲恁来参加，恁的前途佫无同啊呢？上少你伫这个台湾历史内底，你冇拍拼过，对不对？来，家己拍扑克者来，哦，这较要紧。所以，这个 Google 家己买429亿，愈重要是啥？你敢知影？唔是讲429亿呢？全世界有足侪教授、足侪迄款老板，拢家己好嘅物件，甲送去台底入去。所以，咱台湾免免把好的物件送入去，因为你要把送入去，什么人知你台湾有什么好物件？你知吗？意思吗？哈，你就是爱把、哦、我迄、那个同我讲，家己火鸡肉有无？有无？火鸡肉饭，伫迄个家己火车站出，你甲行去家具便宜，第一间。因叫做35吨的火鸡肉饭，过过一条路50吨，我食只拢袂歹食，但是呢，我食只袂歹食，外国人敢知影？唔知啊，但是人外国人来咱台湾，是毋是得爱互伊开较侪钱较好？所以咱得爱把即个手机撒出来，手机啊撒出来，免怎做？我你讲，我即马甲恁安尼翕一个。随时咱送去网络，哦，美国的朋友，伫澳洲的朋友，伫英国朋友，伫大陆朋友，拢随时咱知影恁伫遮咧演习，安尼知意思吼？所以咱一定要好啊利用这个网络，啊个多媒体，注意听哦，吼、哦，网络多媒体足重要哦，哦，所以咱甲这个火鸡肉饭甲翕开，啊甲写个英语。哦，你若甲我迄个看伊迄个叫做啥，迄个便当客啊，顶管写《美味之传》，你敢听有《美味之传》吼？伊个传就是讲较难的迄款中文啦吼，《美味的食物》啦，吼，伊有诶迄款小学生都看无，迄搭读到国中还是高中看有，所以伊甲写《美味之传》要卖较歹卖啦。伊应该写讲可口火鸡肉饭，安尼那么较知对不对？啊，你来去加英语嘞？哦，这个 delicious
food 讲究嘛 ，delicious food 等等哈，那个好吃的，哦，啊，你还可以当下 oisi 的日语啊，对不对？啊，佮加一个台语，或者真煞学台语，学这个英语日语，啊，你是不是？伊这个火鸡肉饭，伊佮翕起咱上去这个 YouTube， 啊，你是不是足人知影？拿来台湾指定买来家己食，你看伊就爱为迄个桃园坐火坐高铁来，高铁趁钱来带家己的迄款旅社趁钱，对不对？啊，火鸡肉饭咱请人开，有无？咱爱搁加开骨迄个钱去买较济所在去迄个装潢啦，互人较济外国人来食，所以。咱就要好啊，利用这个网络多媒体，好、哦，你看 YouTube 有无？好、哦，这拢免钱哦。啊，就爱要赚啥？伊开正是要种个，哎，当然就是有人会来广告，对不对？迄款老板要广告卖物件，伊就来些广告。所以你看，咱拢免开钱，就会当好啊，利用上好的物件。啊，你知嘛吼、哦？所以注意哦，吼、哦，咱来这里来研究一点啊，知影加吼。哦才会好的物件，所以咱遮有做阿公的无？举手来，有做阿嬷的无？有吼、哦，阿嬷阿公吼、哦，咱嘛爱比这孙仔较厉害哦，对家孙仔讲，哎、欸，你感觉知影啥做 YouTube 对不对？啊，你讲知，你若讲 YouTube 拢知啦。哎，孙啊，你足厉害吼！啊，你但是咱袂使讲，因为咱做阿公阿妈拢无爱学习，安尼吼，含这个咱的孙啊，都有一个啥隔阂啦吼，有一个迄个沟啊吼，距离啦，下袂过啦，安尼唔好哦吼，尽量爱含因学吼。所以，咱即马来看一下，来，搁看一遍，注意看哦。哦，我已经把这个第一条、第二条讲啊，哦，等一下，再来补充。第三个就是讲，你这政府，你是不是好啊？歹？你的网络呢？人看会知影出来哦，会看会出来。你的网络呢？哦，我等下讲这个标准，所以你等一下，咱就来看哈、哦、各国的网站做了好啊歹。所以咱即马来看啊，好，来第一。你这个网站呢？哦，所以咱这个台湾民政府的网站也较紧哦，吼、哦，袂使凊彩做啊，做足好哦。第一，有安介清气无？你知影有迄网站吼、哦，安尼无需要一堆啦吼、哦，所以要清气就对啦。第二，你看三个 C 哦，哈，三个 C 哦，超凯哦，去对问恁孙啊。这三个什么锁是那个加一个哦，村内底嘛爱清气就对啊。第二，有清澈无 ？clear， 就是讲随时看足清楚。咱的政府要带咱去对，是要带咱去危险，还是讲要带咱去快乐的所在？有这个饭人食的所在，介要紧哦。哦，最近大家可能拢无介欢喜啦哦。因为现在最近政府做得不太理想。好，来第三，这个里面的东西是不是不太多？ Compact 就是说刚刚好，刚刚好意思知道吗？不太多就对了、你别说一粒里面一大堆、不需要、第四呢，有用这个资料库的观念无？哦，我来讲啦，我那是行政院长吼，我无爱处理呢，我嘛免处理，我拢免处理啊，我嘛免去迄个啥物高雄市政府啦、台中市政府、台北市政府免，即拢我来管的嘛吼，对不对？后来，恁把恁的资料呢，拢下到这个资料库内底，啊，我到这个办公室内底，我。电脑试落，哦，来台北市，你做啥物成绩出来？哦，啊，迄个台中市、高雄市，随时都随知影。好，来秘书来，你靠迄个每一个县市、迄个市长，你甲讲一下，你讲爱较拍拼，
哎，我是安怎要靠我拼？人钱用较少，做比你较多，啊，你知嘛吼？管理就要用资料库这个观念，好，这个概要紧。啊，第五点呢，头仔讲过后，哦，你忙迄个内底物件拢互人杀走，也唔知啊。所以你得爱有这个观念，网络安全。哦，你唔通讲哦，内底物件人杀走呀，你拢唔知，所以你的管理，哦，什么人会使看到什么话，哦，啊，有啥物人该走也无，你迄种就记录，啊，拢要作注意。啊，另外呢，就是讲网络有达达拢用得到呗。你看啦，高雄国际机场，我足方便呢，随时会当安怎免费上这个网络，哦，做啊去高雄国际机场。啊，那伫迄个咱的桃园呢，我咧讲你下批甲讲，我嘛是哥是股东哦，我做想要来讲的。那你高铁呢，恁有介意无？有啦吼，因为速度足紧的。较贵一丝仔啦吼，但是足方便的，收者就到位啊。但是呢，这个网络无好，就咧录影嘛吼，所以要负责任嘛，无好啦。这个我是股东哦，哦，我股东，我迄阵吼，大家拢讲迄高铁是废铁，诶事我著甲买呢，我甲支持呢。你知嘛吼，我袂要紧啦，倒就算了，因为咱台湾需要高铁啊，所以。这个你看哦，伊有好所在嘛，歹所在，咱来知影。我当我伫迄个桃园，我也袂使自由上这个网络，我得个用我这台哦，这台是伺服器，才能上网。所以我做尾来个建议了，对啊。啊，过来，咱将来到差不多到新竹，哦，开始就拢袂当上网，是安怎样？伊拢迄个所在拢山区无，袂使讲因为山区都袂当上网，袂使呐。你得爱去叫中华电信，甲你装较侪迄款转接器，哦，所以这拢需要因来迄、那个哦，算讲好啊，哦，所以我甲这标准拢伫伫遮，哦，伫伫遮会当大家来参考，哦。后来，所以你甲看，这个什么人？乌白买就对了，乌爸爸来甲点落来，点落哦，迄个图甲点落，伊会念起美国的迄个算讲政府的网站，麻烦甲点一下，点乌爸爸甲点落，哦，甲点落，点落念起，哎，他点走遮来，无啦，伊即马买落啦，有无？点一下，甲点看麦。有嘛？应该连起啊。无你了啊！你顶管遐无迄个 www.whitehouse.gov。我咧讲吼，讲者伊即马咧点的是我讲者恁听无？心切心切啦吼！上大声的是咱是毋是咧？美国白宫这个网站是 www.whitehouse.gov 哈，啊，迄个美国小朋友唔知影，后壁加用 com， 点落拢色情嘞，你知嘛哦？叫白宫太色情嘞，老师太安呢，所以你看哦，啊，即卖美国政府白宫都来骂啦，讲你是安那，你做色情嘞。所以即马点无啊，是安那？美国政府紧甲买起啊！啊，你这唔同安尼啦，茫害死囡仔仔。咱要去白宫来参观迄落，因为迄个白宫内底吼，所以你看哦，白宫的即个奥巴马，他唔是讲哦，等底下咧讲大人代志哦，伊内底佫有即个互囡仔介好嘅物件哦，啊你知嘛吼？所以就是讲。咱这个政府，咱会当嘿，咱照顾到哦，这个、大人啊、哦，这囡、个、仔的需要哦，这内底拢有，你敢去哩啊？敢去哩迄个网站嘛？后来接来，所以你也看哦，伊几排是毋是介单纯？你知嘛吼？都免讲，都爱诶一堆吼，开始就知讲，这个美国
我咧负责，你知嘛吼？美国我咧负责，啊，我叫做奥巴马。美国若无饭人食，爱找我，啊，你知嘛吼？你看人嘛，就是这个美国的网站嘛，政府网站。美国上大什么人？行政首长上大什么人？奥巴马嘛吼。啊，台湾呢？是马英九还是迄个行政院长？我你讲唔是马总统呢？最大最高行政首长、行政的相关的首长是行政院长呢？您知嘛吼？所以无同呢，就是讲咱遮迄个较特殊的对啦，就是讲无唔对，即个选总统，啊伊去选一个上大的去管遮行政，所以是行政院长呢。但是伊也当应用行政院长啦，是安尼俩吼。所以美国呢是迄个美国总统上大吼，伊个所有的行政拢伊咧负责的对啊。所以咱即马即个搁看白张来迄、那个你发刷个我的 PowerPoint 者来。好，啊，伫只我也搁讲一个吼。以前咱若要入去白宫哦，拢去登记就使啊。我第一遍去的时候就对啊，第一遍要参观，啊，看到迄、那个，伊白宫是啥物色个？白色个嘛吼、哦。啊，即马我都也毋知白宫，反正知影讲叫做白宫，大概是白色，我毋捌去过对啊。啊，看到一栋吼足大个迄款迄个。政府的机关，哦，足大栋的，哦，啊，这栋买白色，可能是白宫哦。进来翕相，进来翕相，翕了是美国人来。我请问这敢是白宫？唔是啦，这是财政部啦。白宫还佫较贵啦。哦，我再佫行。哦，即马到迄款啥呢？迄款铁栏杆啦，吼，围起。啊，种来检查啦，我来问，免怎来参观白宫啊？我看你着明仔来迄个门遐吼，遐登记啦，啊，登记去，我迄两遍，吼，迄两遍，即马敢登记去，敢袂使啊？因为九一以后都无开放，啊，免登记去，为遮入去啊？所以你知，即个网址，吼，你着拍 White House。对，咱入去啊，即足厉害！你把White House或是来美国白宫啊，也嘛会使。所以，即、这个咱网络唔免得去开钱啊，陪伊到遐，哦，啊，再个迄个入去参观。啊，即连咱入嘛，咱入我即马点名去吼，连白宫队吼，咱可能甲你，互你袂当去，袂当接近啦，因为伊惊发生代志。后来。咱来看一下迄个这张是咱迄个马英九政府吼，这个网站啊，所以看咧嘛是小讲种吼，介单纯就对啊吼。咱就是种人学习就对啊。咱你若讲吼，要当民政府要来做这个咱来领导吼，咱嘛要知影讲人咧做啥吼，这嘛是介需要吼。过这张。你可能看得比较舒服啦吼，这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啊，无看到因咧啥物咧负责，可能伫遮啦吼，遮伫遮来看啦吼，遮胡锦涛伫遮，都无介大张吼，讲吼啥物遮啊一大堆物件，即个就较无很理想啦，吼较无很理想。咱尽量就是讲第一张网上过做物件吼。互人最靠吹吼，哦啊，这个是咱台湾的教育部，哦，台湾的教育部，伊内底，哦，有遮个迄款伊政策，你看哦，吼，伫倒手柄遐有一个政策白皮书，就是讲伊要做啥，哦，所以咱有一个策略，咱也知影讲，哦，咱这个台湾教育部伊。目标是啥？吼、哦，伊这较要紧啊、哦，所以这个上要紧就是讲，咱伫教育顶端是要做啥物物件啊？
啊，小港，咱的政府要做啥的，咱嘛爱知影，啊，政府嘛爱予咱知影，哦，所以咱今仔日呢，算讲，咱是毋是用这个网络？你介绍紧哦，是咱网络介绍紧，你看啊、哦、吼，这个网络呢？咱即马有一个足重要诶，好来，即马来迄款叫做海啸，有无？海啸，咱海啸来有两个方法啊，来跟用网络互人知影。第二，即个啊，手机啊，你敢知咱政府也开始咧研究即个了对啊？无手机啊，举手，拢有啦吼，拢手机啊吼，所以即马那种有重要代志。但你也要好好利用这哦。来，我请教你一下来。你敢知影美国政府主要两栋，当面是干两栋尔？你敢知对两栋？对两栋？来来，知影较大声来。好，来请讲。民主栋甲共和栋吼，这两栋上大栋嘛吼。啊，请问一下，对一栋较有钱？民主党啊，共和党啊，民主党嘛吼，来我阁问你来，国民党较有钱还是迄个民进党？你嘛知国民党较有钱对不对？但是是安怎民进党他选得到总统，一定原因嘛对不对？后来美国民主党较无钱，啊，这个国民党呢较有钱，是安怎奥巴马他选得到？奥巴马对一栋，嘿，我意思是民主党啦，对不对？是安怎选得到？你敢知影？唔知哦，爱去买册来看。我买差不多三本那个奥巴马的自传，因为伊就是用这的迄款的网络啦，网络啊招迄少年家，所以咱有迄款祖父祖母节介绍紧哦吼，即、這个若有钱咧，加捐款出来嘛吼，啊有经验，甲即少年家讲，啊少年家呢电脑较厉害，所以就是去招介侪迄款少年家来，恁甲我的理念送互介侪人知影，啊所以台湾政府呢，是毋是即、這个报纸刊，你讲在六月二日有刊嘛吼，然后七大报拢有刊出来。好、哦，这个理念，啊，就讲嘛是会使用这个网络，互人知影，好、哦，即下利用这个网络，好、哦，即个要紧。所以奥巴马无介侪钱，但是伊都发多算到，引导嘛是有帮助啦，吼、哦，看你怎样引导。但是想要紧的不是引导，想要紧是啥？用网络啦，好、哦，网络，啊，你知嘛吼、哦？所以介要紧哦。尤其那会使，就是讲网络的多媒体，毋是干文字尔，吼、哦，这较要紧啦，吼、哦，就是讲会当用这个网络多媒体，吼、哦，所以咱伫这个政府内底，教育部一定爱，和这个老师，和这个校长，和这个行政人员知影，咱一定爱好啊利用。网络多媒体，尤其他们讲的资料库，才来把咱这个教育呢做了较好。哦，我以前捌帮忙一个校长吼、哦，就是讲今仔日呢，我用迄个实际那个例来甲恁讲哈，就是讲我即马我是家长。哎，我学生啊，到底是读了好啊歹啊？我囡仔伫遮读册好啊歹？好啊，我来拜访校长，因为家长上要紧嘛，对不对？家长比校长较重要啊，无家长就无这个囡仔来遮读册啊。啊，这个囡仔读册是上要紧的啊，所以家长来，校长嘛是爱甲伊吼，算讲看有啥问题无？好来，啊，即摆校长呢？即摆有诶家长拢直接来找校长。啊，请问诶，校长他知影这个囡仔，这个学生啊，有诶学校，有诶万外人呢，像迄高雄一个叫做中山工商，
万外人，你来找我，我若记会着遐侪，你若有这个网络诶，这个算讲建立，介简单啊。后来，恁囝啥物名啊？哦，我来给拍入去啊，对，袂使讲家长连囝名都唔知，到遐唔知，啊唔知啊，你来找我，我就困难啊，对不对？所以后来，恁囝名啥？啊，想要知影对一班啦吼，拍入去，哦，走出来，哦，恁囝读国三，对，读个迄个高三，迄个高三啊，迄个已经读第三档啊。哦，我来看麦，哦，恁囝袂歹呢，高一英语考50，吼、哦，高二65，吼、哦，愈来愈好，啊，你知嘛吼、哦？所以这个咱校长。还是讲，咱是做市长，还是讲做教育部长，还是做总统，伫这行政顶管拢相共，拢会当好啊利用这个网络多媒体，你知嘛吼？哦，来，啊，咱即卖教育嘛相共呢。你先讲，你甲想啦吼、哦，你若要教这个台语，恁敢知影迄个陈金花老师伊有一张图吼、哦，台语图叫做学台语，上英语。好，你咱甲讨，还是讲甲赞助等送人安尼？我唔知伊即马是到底是免费送，还是讲爱甲买啦？吼，啊，袂要紧啦，因即个推广台语，对咱甲迄个甲赞助啦，吼，因为台语较要紧啦，吼，台语好啊推广。像唐古啊，迄个张教授讲的，伊遐个研究生英语比台语较好，那介奇怪啊，对不对？家己的母语讲咧二二六六，估计叫啥5566，安敢袂使？袂使啊，袂使，咱变怎？我爱用网络多媒体，你知嘛吼？网络多媒体就是讲，咱来叫较好教的，像迄个陈金花老师较好教的，教好的是下当网络，是毋是？逐代囡仔拢当学，啊，老师嘛那看，哦，这陈金花老师安怎教的？啊，你知嘛吼？所以。在这个行政的教育拢会使用，啊，咱即马来看，啊，哪来讲要来这个要做生意呢？哦，来咱看哈，好、哦、啊，这个是美国教育部的哈、哦，这个是迄个中国啦，不是美国哈、哦，中国的教育部啊，拢、哦、会当参考一下。啊，这个是咱台湾的经济部，好来，请问一下。经济部是不是要来帮忙咱这的企业家来卖物件？来，我问你来，看你知不知来？经济部和财政一个财政部有啥差别？咱将要来经济政府嘛吼，袂使这唔知呢？经济部和财政部啥差别？啊，差不多，差多了，差很多。你来讲客话未？有人讲客话无？啊，差很多啊，差介多哦。经济部和财政部差别伫对来，请问一下来。哈、啊？经济部是要创个？经济部是来帮忙咱这个企业赚钱入来，对不对？啊，钱赚入来爱做啥？爱扣税啊，所以财政部就爱扣税，对不对？我经济部帮忙恁来赚钱，后来物件卖去美国、卖去日本、卖去韩国，啊，是不是这个工厂、企业、公司赚钱？赚钱要不要扣税金？向你扣？财政部啦，所以你想要国税局，迄拢是财政部的机关，你知嘛吼？所以咱这个经济部。要来帮忙咱的企业赚钱，请问要怎帮忙？敢要用写批？你这时阵来讲用写批，我跟你讲哦，大弟一定爱关起店的就对啦。你一定爱用这个网络，哦，网络第一，我甲这个网络好啊利用，我的产品有啥物话拢下当顶管，你知嘛吼？会当点关，互人知影。人要入来看哦，这个物件哦，这个3D 的有无？
生做安怎样，啊，介绍偌济，哦，啊，有啥物迄个特色，拢也人知影。啊，第二呢，咱即马阁会使用即个网络，甲咱即个物件，你袂使讲啊，人若拄啊无来咧，是毋是？所以你着爱主动哦寄出去，对毋对？哦，寄去介济国家，互人知影。所以咱即个经济部呢，小讲就是讲。爱好咱这个企业知影讲，哎，咱即卖是变怎样，把这物件卖出去，还是讲咱要来变怎设这个网站，那买爱有这种的帮忙，哦，就是讲咱即卖来经济部家，哦，啊，我变怎开公司，这开公司介简单啦，吼，没什么资本拢会使开啊。以前爱讲吼，上少，吼，比如一百万，即卖免啦，即卖免讲吼，这资本的偌济，吼，即卖咧是较简单，吼。所以咱这个经济部家在美国叫做商业部啦，啊，就是这个 Department of Commerce，啊，商业部，每个国家不一定都叫做小港的名啦，啊，因为叫商业部，啊，所以要做生意做什么都叫商业部。所以咱想说我不爱吃美国的牛肉，敢会使袂使呢，美国都无爱对咱好呢，对不对？所以即项咧管美国的商业部，对不对？哦，伊大概美国政府讲，哎，你啊叫台湾买牛肉无买吼？啊，即美国即个迄个即个农民即个牛肉卖袂出去，到时因若要来拼，迄个去批评要安怎，对不对？去批评你在示威，要来游行，安尼个就无解好啦。啊，所以美国政府就来甲咱台湾讲，哎，你食罔食，食了袂紧啦，食了袂安怎样啦？其实会安怎样袂，可能会哦，要注意哦。所以我来下边，我是无解了解，但是我听了，介上危险啦。因为迄个叫做狂牛症，你敢知？迄足久以前都有啊呢。所以尽量读册哦。足久以前，我伫迄个《时代》杂志都写着，伊这是安怎发生？你敢知？我跟你讲哦，这网络拢有啦。这就是因为英国因这个草呢，要牛仔食，安敢不要紧，不要紧。但是因把这个肉呢，迄内脏啊、嘎嘎的含迄草含做伙，咱销去美国，啊，你知嘛吼？所以那英国的牛肉含美国的牛肉上好呢，啊，袂清楚以前上个忙食，所以我那要食牛肉。啊，恁在位置国内，那纽西兰、澳洲，我可能就较安心啦吼。虽然我拢伫美国读册啦，爱感谢美国，因为我奖学金，我无咧要讲美国歹话啦。但是就是讲，咱阿袂确定以前，咱阿身体先顾好势，啊，无狂牛症，你知影事嘛？迄脑瘫，美国迄牛狂牛症，伊就讲美国牛爱脑瘫，慢慢咧打破的，啊，就等戆去啊，等。哦，安尼，但是，迄内底有一个物件叫做 prion，P-R-I-O-N 啊，啊 prion， 迄个物件是烧袂掉的呢，迄足危险的呢，迄叫 prion， 吼，迄惊人，你若去甲查迄个网络 ，P-R-I-O-N 叫 prion， 迄款物件迄是叫做毒蛋白啊，哦，迄个危险，所以上好呢，咱来知影，好，所以这个。经济部，咱即马算讲咧贸易拢爱啥谈判有无？啊，小讲就是讲，咱即马咱也会当讲吼，伫即个网站拢该透明。你看即中文啊，哦，咱即马中文啊，即啊那外国人呢，敢看有？可能看无变怎？啊，你来甲看，伊内底敢有迄个英文呢？哦，你看英文的伫底？哦，即就较无理想啊！吼，你看注意看哦。这个经济部不是讲讲要帮忙台湾人哦，爱帮忙外国人来买咱的物件，对不对？是不是安尼？是啊，啊你这英文的对，这奇怪啊，这英文上少嘛知影英文啊，可能这个所在是不是啊？试落，得爱有人知影。恁敢知影迄个有一个笑话啊？吼，恁听看卖，恁参考一下啊。邓小平什么人你敢知？邓小平知嘛吼？大陆呢，中共吼，听讲邓小平
的关系，所以叫像大陆安尼啦，吼，是不是？即每人诶看不一定相同。啊，我来讲一个贸易的吼，笑话互恁听吼。邓小平听讲有一遍啦，要去移民去美国啦，啊，要移民美国拢爱考试，你敢知？哦，上简单就是安尼呢，因为咱拢台湾人，你若准备做美国人，较困难啦，你得爱过去那种有钱啦，去移民吼，伊、哦、啊做生意。较简单就是讲，那恁祖囝去嫁美国人较紧啦吼，啊生出来迄个是美国人啊。啊，问题就是讲，啊，恁祖囝嫁是台湾人，啊，两拢台湾人，免再变美国人，啊，不等去美国去遐读册，等生囝。生出来就变美国人啊，所以你讲奥巴马因爸爸对国人，肯亚，啊伊买当做美国总统，因为伊就是美国人啊，就生伫美国的土地。啊，这个邓小平伊要移民去做美国人，啊考试啊，啊这个移民官就甲问啊，讲啊，但是邓小平英语也无好啊，所以英语也好恶吼、哦，英语无好，啊人甲训练讲袂要紧啊，你得伊若甲你讲啥，你拢甲。你都说哦，讲你的名就好啊，哦。啊，即马迄个移民官甲问讲，你敢知影即个美国首都伫底？你即毋知，你喜欢做美国人对不对？那是讲咱台湾的上重要的都市，上大伫底？台北市你都袂使讲。啊，我都系台湾，讲台湾市，诶，袂使啊。好，所以是伫底，你敢知？你敢知影伫底？人叫做 DC 无？我叫做 Dr. John 嘛，是 DC， 所写 DC 哦。Washington 嘛，啊，伊即卖伊讲我姓邓，我姓邓啦，一个 Washington 讲，哦，那好，那好。第一关过关啊，这样问第二个题目，我讲啊，你在美国要冲啊 ？shopping， 小平的对啦，爱讲 shopping， 要来卖，要来 shopping 就是讲购物了对啦，吼，血拼了对啦 ，shopping。哦，安尼赞哦，要来买物件，安尼带一大堆钱要来买物件呢，这有钱人哦。啊，你知嘛吼？所以这个咱买有钱去吧，一定要有这经济部哦，这个贸易较要紧。啊，你买贸易呢，一定要有这个网站，互人知影你是有啥物物件通去买。哦，所以咱这个经济部重要紧的吼、哦。后来咱今仔日吼，重点就是讲，好啊，利用网络的媒体，不但伫咱这个政府的行政啦、啊，也是讲这个教育，也是讲这个贸易，拢会使帮咱做大。哦，所以咱今仔重点伫遮。希望讲大家拢知影，哦，就是讲好啊，利用网络多媒体。我讲网络多媒体不是加多媒体哦，是要加一个网络。你知意思吗？吼、哦，网络就是讲咱会使得到各一个国家的物件去卖哦。我阁讲一个例，互恁听啦吼、哦，一定爱好啊，利用这个网络是安怎呢？在差不多八年前，有一个人跟我说了，说这纯水盖好啊，纯水灾嘛，像这纯水都不会杂质的对啊，这个纯水 H2O 没其他的杂质哦。我太太说啊，我太太说，哦，你喝这个哦，你到时脚不走呢。伊就是讲，看迄个人迄个报道的了，哎呀上网哦吼，迄个网络遐查，讲哦，你即马即个迄个纯水吼，迄个蒸馏水了对啊，对纯水就是讲，伊迄就是讲加热啊蒸汽冷却变纯水，
伊讲你若食这水吼，拢无钙质吼，你脚到时等迄个骨头咱疏松，到时咱别爬楼梯，你拢爱带一楼，啊你就麻烦啊。我听了会惊呢，我来紧上网去看，所以你看哦，网络最要紧哦，哦网络去看，哦即马网络讲美国的一个医学会，啉这款水，赞的。美国医学会是不是有名？好，来第二，英国一个医生讲啉纯水，你才袂迄个肾脏有迄结石。哦，这解好。第三，美国航空母舰，你知嘛？吼，航空母舰处理拢会当足久的，啉嘛啉纯水，所以我认为讲无问题。伊讲吼，佫一个迄个英国迄个医生讲哦，伊讲，迄款迄个水内底钙呢，迄叫无机钙啦，迄个有迄款鱼啊食，也是讲迄草，迄个水草无吸收啊菜，所以迄菜内底才有迄款有机钙，咱来食迄就好啊。所以我讲太太讲，你免烦恼，伊无要相信啦。另外我背当，我迄个蒸馏水机吼。捐给学会开36,000，我嘛常常咧啉。你看我走路有安怎无？所以你看哦，注意哦，咱今仔日伫遮咧饮食，介要紧。你对呢？你开始好啊利用这个网络，尤其是网络多媒体，你的人生会较好。不一定讲一定爱什么，必须当民政府做教育部长啦，做什么长，唔免啦，先改变咱的生活，先改善，你知嘛吼？但是咱这内底有诶，可能以后会做迄个介重要诶职务，所以你即卖准备，就是讲咱爱有即个观念，用即个网络，吼、哦，因为你甲看哦，我即卖咧帮忙教育部发即个证书，教育部无时间嘛吼，所以委托阮即个学会咧发证书。伫即个义修大学，即间大学袂歹哦吼，义修大学。较近呢，已经即个因的职员、学生啊，你敢知？互恁摇头偌济人已经考过即种啊？差不多大约偌济？恁摇一下，到尾30,000人，到尾30,000人哦。伊即个纸，咱若讲好网用网络，咱用纸，迄纸咱甲揪悬起哩吼。你敢知影？迄个台北有一个伊呢有无？迄几落百栋呢？啊，你知嘛吼？所以你看哦，咱今仔日伫遮咧演习，当希望以后台湾民政府有即、這个好啊利用即个观念，所以咱着该做环保着对啊。啊，速度嘛皆足紧哦，啊品质，因为你是多媒体，所以3D 啦这些拢会啊是这款迄个影像拢看会到，所以你的品质。就可以跟世界各国竞争，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今天说到这，有什么问题吗？还有5分钟，你怎么没问题？说到6点嘛，对不对？还有5分钟嘛，好来，看问题要问下来，好来，请问。哦，啊，要怎样？哦，哈哈，安尼，安尼哦，哦来，伊讲 Facebook 叫 Facebook 无，迄款脸书啦，迄国语叫脸书啦吼，脸书迄就是安怎呢？就算讲，你即马想要交朋友。世界各国，你家你摄一下相，我甲下起哩，啊，顶完下，迄毋是讲会当交朋友，会当教养呢？要学英语拢会使呢？所以就是讲，即、這个网络内底有歹物件，你看囡仔上细汉要注意，上迄色情网站有无？哦，迄你着爱装迄款软体，伊袂当迄款网站，迄教育部拢有迄软体通去下载。所以咱就是讲，甲即个歹甲挡掉的，
你知嘛吼？歹的冻掉，那是讲，迄、那个穿好啊，歹穿啊，穿来伊共伊抢银行都歹啊。但是伊若是掠歹人，都是好啊。所以就是讲，咱来防止的对啊，有好有歹啦。哦，啊，咱来知影坦白讲的，迄网络你我讲讲，坦白讲的，你这个台湾银行，你有存款本来是300万，啊，分开呢，迄入去我。他咱存，他咱无半角啊！啊，哎，就可能有人偷领，对不对？所以台湾银行伊得爱注意加了，对啊。无注意呢，哇，这就歹啊呢！我本来300万，我拍拼20档存这300万，后半生就要搁这300万，啊，即番愈去存无半角，啊，我变怎？我嘛流落街头啊，对不对？你知嘛吼？啊，这就是爱咱政府，所以台湾民众有得爱注意加，免在迄个注意这个网络的安全。所以你看，我边研究这个，第一个网络专门演讲，我在美国哦，去拜托迄款电脑的教授讲，哎、欸，你搞注意一下，搞建议一下，要注意啥？迄教授拢咧做迄款美国银行、美国公部的顾问，你知嘛吼？这足重要啊！所以咱就是讲，拢爱尽量找迄款较专家，哦，来研讨，啊，甲这个观念，你讲拢唔捌接近，今日去听到嘛吼？所以你就算讲，不要紧，咱就来报迄款啊，什么迄款网络班啦，迄款迄来迄款大学来参加迄款哦，迄款黑暗时，迄嘛无贵啊，就报名。咱嘛有迄款社区的社区大学，迄拢免惊哦，拢免惊，我拢未晓嘛，不要紧。我伫香港教英语，伫台教英语，要去研究统计，所以我嘛未使惊呢。坐咧，伫美国遐坐咧，和人学。你若惊，就学袂啊，唔免惊。坐咧，一科两科，你甲学。你看我买的，当去高雄师范大学博士班，英语系教语言统计，啊，你知嘛吼？语言学统计啊，啊 ，statistics in linguistics， 啊，所以你知嘛，免惊哦。啊，小讲你若英语。咱即开始小讲哦，咱要当民政委员，要含美国人、迄法国人谈判，要咩用英语？可能是用台语啦哦。别再讲你用台语，我这谈判袂使啊。所以咱嘛是爱提升了对啊。啊，英语嘛小讲，你万免惊啊。哦，你着上迄个网站，哦，迄网站遐学啊，是讲遐买有保证的册。有一本册叫做《英语文精进指南》。电源保证绝对有效，无效，免钱。所以咱这个当面讲以后安尼哦，做个安尼哦，我推出的物件一定要保证的，你知嘛吼？一本册内底有10页，我读3000多页，两本字典，两本，即个要安怎提升咱的英语能力的4本3000多页都写10页，所以讲保证就是安尼，知嘛吼？所以恁今日吼，就是来参加这個，还阁问题无？好，来，请问。哦。我们今天来的目的是，是什么的？因为我从昨天开始一直听，好像没有听到什么。目的是什么？啊，来，我来问一下来。我不会听平地话。哇，安尼啊，安尼这个抱歉。所以我来这里的目的是干什么的？啊，来，这个这样啊，这个很抱歉啊，就是说我以为大家都听得懂这个闽南语啊，抱歉，这个是我疏忽哈，我这个跟你道歉。这个重点就是这个像这个下次啊，就是比如说主讲者。因为我前面一个是讲闽南语，我以为是讲闽南语就可以通了，抱歉了，很抱歉，我真的要跟你这深深的道歉，我以为是讲闽南语就听得懂了，所以这个我们主办单位下次跟主讲者讲一下，这边的话最好就用中文了啊，用这一个华语，很抱歉了，因为我目的是，然后我用中文主要讲一下好不好？我们今天主要我这一个内容呢，这一场主要就是透过网络多媒体来提升我们政府行政经贸还有教育的能量效益，主要是要
这个目的，所以那个 PowerPoint 你等一下跟他要回去啊，上面都有中文的啊，这一个上面的陈述重点就是怎么善加利用网络多媒体，哦，尤其是在那个网站上面，www.ted.org.tw 上面可以提升英文能力啦，还有刚才讲那个 YouTube 有没有 ？YouTube 那个人家花了439亿，不一定你一定要会哦，你回去把这理念跟小朋友讲，哦，所以一个叫 YouTube， 它里边你可以把那个内容好的内容去分享，比如说你是布农族嘛哈，所以布农族呢，你就把这布农族的文化啊，把它录起来，一边录一边讲，然后送上这个 YouTube。所以大陆十几亿，台湾两三千万，就都知道了。所以我讲的理念是这个，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来影响大陆。哎，台湾不是大陆的，你就要可以发声啊，寄给他们啊，这样知道吗？就透过这个网，尤其是放在 YouTube 里面，这样有没有问题？抱歉啊，我真的要跟你这个非常道歉啊。好，还有没有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我们今天到这边好吗？也要谢谢各位，好，谢谢。请 Clip， 别嘞，请这老卡吃饭。